端清水，准备。黄旗举起噶啦，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威利飞越海钻石慢咗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间咧就系呢个谁可拼啦，内栏好心思啦，外边牵动美丽大海当牛精仔啊，中间仲有惯性福星红衫嘅，后边第一第六道啦，黄衫红帽就新希望啊，外边咧蔡明少嗰只咧就系蓬莱仙子嚟噶。再中档位置仲有德成啊，内栏威利飞越啦，浅蓝衫尾五中档超黄英啦，出边闪着武士尾三内栏绿色衫咧就系嗰只咧咁啊信心出击啦，咁啊大约喺呢个尾三嘅位置啊，暂时殿后嘅马咧有海钻石同埋一言为定啊。好啦，咁啊转呢个八百米弯啦，前面牛精仔带头啦，冯来先知又走上去啦，咁啊两只马拍住嚟放啦，第三位中间就牵动美丽内栏，第四位就谁可拼，跟住内栏第五仲有好心思，红衫拍住佢出边咧，第一第六度咧仲有惯性福星啊，再数后边嘅马威利飞越中档新希望，出边就德成啊，外边上嚟啦，有呢只海钻石啊，后啲先有闪烁武士嗰啲马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咁啊前面透出内栏有牛精仔，中间咧就系呢个冯来先知啊，咁啊谁可拼响中间揾紧位。跟住嗰条路一齐上咧，仲有好心思啊！外边上紧嚟噶嘛，仲有海钻石啦，中间惯性福星啊，最后二百米好心思占先啊！外边上紧嚟啦，闪烁武士好劲啊！呢几步中间仲有惯性福星啦，咁啊兜到嚟最后百零米，谁可拼占先？好心思上紧嚟，外边闪烁武士过终点啦，好心思同埋呢只咧闪烁武士啊好近嘅，入边咧就谁可拼啊！咁啊结果咧就呢只好心思。其实内栏等紧位都被人阻几次噶，咁但系中档透出，外面追上嚟闪烁武士，埋边咧就系呢只谁可拼，第四就惯性福星。好心思虽然都塞咗一轮嘅，但系临尾都好在揾到位，紧紧压到闪烁武士，谁可拼跑第三，惯性福星啊跑到第四嘅，其实闪烁武士都惨，如果唔系俾佢扣女海钻石封一封咁前望空，应该系佢赢嘅。结果输咗俾你好心思啦，咁啊无师都要空手而回啦。好心思都等咗好耐噶啦，呢场头马连场搏噶啦，今季喺千四米终于出到头啦，到你来压晒落去。八号嘅独赢临尾都有啲飞落噶，78蚊啊，二搭八嘅连人位系六格20倍。嗯，暂定名次8246，马房 Q 隔咗只都系实力马啦，闪烁武士六格嘅呢只都落到，跟住谁可拼跑第三，闪烁武士啊，头四名都接近嘅，系啊，你见到拉斯其实只好心思都有。咁啊，好熱啊！個四連環，睇下個四重彩又會係點啦。終於道理來啊！殺低咗阿姆斯爾，咁啊破壞咗姆斯爾贏頭馬之餘，亦都破壞咗大摩四 win 嘅美夢。佢都要匆匆下都要兜过只谁可拼，因为谁可拼喺个前边噶。今日啊一档啦就冇上次咁惨咯，上次其实出闸啦笨绝啊，结果咧二档都要喺后边啊，所以次次咧都拉屎爆廿二秒几都系爆唔切。咁啊今次又好彩啦，咁出闸好啦，一档啦亦都系守喺叫做贴住条栏嘅第三个位第三格嗰度咯。哇，好开心啊，到你来！耶、yeah! ，振臂丰富，追好多啊！闪烁武士喺大外叠冲，咪四重彩一百号、二号、四号、六号有7392蚊喎、啊，几好喎、啊！200几蚊就四连环，7000几蚊就四重彩啊！呢排都系四连环同四重彩都系相差几远下，嗰个收费几好啊！嗰个排彩出就慢咗啲，就海钻石顺势捉喺后边啦，牛精仔嗰啲放咯，不过就
都未必话好快嘅。后屘有高东嚟，即系马房嗰只走出嚟搞下佢，咁啊叫快翻少少。轩道美丽都喺前边啦。韦达出咗嚟都死足噶啦，记得都揾个遮挡先吓。佢惊冇遮挡啊，捉得好辛苦、啊。好彩呢度牛精仔埋咗嚟啦，冯牛先知上埋嚟啦。幻胜福星都守个好好位嘅，隔篱内栏就系头马啦，好心思。闪烁武士因为排咗外道冇上次咁好啦，所以就拖后咗一浸啊，比上次剑者都仲要三点。但呢度惨啊，呢度。其实佢都呢一浸都唔紧要，最惨就系佢嗰只扣女海钻石上嚟咧。嗱呢度佢有冇得上啊嘛？系咯，佢要兜过佢咯，发力迟咗要兜过佢。即系应该海钻石上嘅时候，佢应该要压翻住自己个三叠位咁样。咁啊，可能真系同只好心思六死垂手都唔知。嗱，但系好心思而家仲系跟住弱四嘅。你好心思到依家都未望到。系啊，只好心思都系望唔到空嘅喎，一路跟住傻咗平。你又老早望到空嘅，其实。咁啊，所以真系呢啲冇答案嘅。系啊，结果翻到嚟就系好心思赢咗啦。总之，督爆咗条马房 Q 啦，叫做傻咗平跑嚟三。正式派彩跑第一名八号好心思，独人派七十八个半，位置派二十七蚊，跑第二名二号嘅闪烁武士嘅位置派二十蚊零五毫，跑第三名四号谁好拼，位置派十四蚊，连人位二搭八派二百零三个半，三号彩八号二号四号派一千九百六十一。